月云泥，睡觉，爱睡觉。因为他平常都很晚睡觉，然后别人醒着的时候，他都在睡觉。一下不注意到他，他可能就已经睡到嘴巴打开，而且他嘴巴一定会打开。没有人敢叫他起床，就是他怎么叫都叫不醒，然后很害怕叫他起来还会生气之类的，因为他有起床气，所以看到他在睡觉，大家都会安心的让他在旁边睡，等他自己醒来以后，我们才敢靠近他。他除了爱睡觉之外，他就在打游戏。就是你想要跟他一起走着走着，然后反正他就开始一个人突然在讲，就是在突然讲话，他就是在打游戏。二八看动漫的始祖，是他带领二八开始看动漫的。晚上不睡觉，作息这不正常。他在别人睡觉的时候，他永远不睡；然后在别人醒来的时候，永远是睡着的。他会打游戏，打到凌晨三四点，然后才睡。然后他可能六点多或七点多就要起来准备上学，然后到学校之后再继续睡。就是每次只要在凌晨的时候，就是平常那种不会有人在线上的时间，你只要在线上，他永远都会在。希望他可以快点把作息改回来。勾勾手，勾勾小手，他就喜欢勾着别人的手走路了。就是你不管走在哪里，他只要落单，他就会跑过来勾你的手。但他其实有的时候勾你的手，他就只是为了边打游戏边走路。比如他超喜欢勾玫瑰，然后就会有很可爱的身高差。嗯，亲亲，他超级爱亲身边的人。他一开始会有前奏，就是先跟你说牵手，然后这样牵一牵，然后突然他会把他口罩先慢慢拿下来，但是君に決めた一拳ジェノンボルト一拳。反正他就是很爱亲别人，而且都是那种你来不及反应的那种。是减肥达人，他是五峰里面最会减肥的人，就是说表演前他都会努力减肥，他就在前几个月他就开始每一餐都只吃地瓜跟水煮蛋，然后他就真的很成功。如果大家有想要减肥的话，可以去私讯他一下好吗？有这款情形，请卡免费电话0800-092-0000 0800-092-0000。鱼化针，鱼化针，水果大王，他真的超级爱吃水果，从学妹时期到现在，真是健康的人。就是可能五峰练习到一半，然后在旁边休息的时候，他都默默从他的书包里面拿出一袋水果，会有水梨啊，或者是苹果，什么都有，然后偶尔也会有营养口粮。然后各种干粮的饼干都会有，都是他阿妈亲手为他准备的，真的是水果奶奶。他的苹果很常被我们抢食啊，谢谢鱼花嘴。耳干，超级大耳干，什么事情都听不进去，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是没在听还是怎样，还是真的是耳朵有问题。你跟他讲一个 A， 他永远听到都是 B， 反正就是他听到的东西都完全不一样。然后他每次都别人在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啊，什么？你可以再讲一次吗？啊，什么意思？可以再讲一次吗？”有一次我们无效杯，然后余华珍坐在旁边，然后旁边是成功的学弟。那个主持人问说：“有人听不到吗？”然后他就说：“真听不到，真听不到。”然后旁边学弟说：“有人听得到吗？”明明就只有他听不到，这是到底什么时候能听到呢？外国人长得很像外国人。他自从就是他染了他有金色的头发之后，然后他又有一阵子就买了美瞳，而且他不戴那种透明的，他就是要最浮夸的那种，然后
他五官又很挺啊，就很像外国人。甚至连他在路上哦，都会有人用英文问他说 ，May I take a picture with you？ 可是他只会说 no， 因为他的英文程度一点都不外国人。讲到一句话，真的就会觉得他整个就是很疯、不可控的人。他玩得很疯，然后个性也蛮疯的，就整个人就人来疯的感觉。而且他喝完酒以后，有时候会发酒疯，然后他发酒疯都超级无敌可怕，没有人可以招架得住的那一种。就是他平常喝牛奶也可以发疯，超厉害的吧？想成为一只斑马，想当一只斑马。这是他近期的一个 vlog， 他开始就是购入非常多的斑马的饰品，他的衣服，然后裤子、发带什么，就全部都是斑马。然后开始在自己的 IG 上面说，好想成为一只斑马哦。然后呢，他最近还迷上了斑马叫，对，他就是学斑马的叫声。呛到！Chop that ass down.